动画科。多媒体动画科今年将带来动漫梦工厂，从角色设计、插漫、虚拟影像、千奇万变动漫展、酷炫影音随手看、华丽 cosplay show、动漫角色 AR 虚拟导览，将带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绝对不容错过的精彩飨宴。接着是创意商品大设计，手拿画笔我无敌的美术科。美术科本次展出分为广告设计、造型艺术两大类别，展出有视觉设计、造型艺术、空间立体创作、文创设计、全国竞赛金优作品，还有现场创客体验，多元丰富，融合生活与美感，保证是精彩可期。接下来是电竞文创一直通，天马行空任我游的广告技术科。广告技术科将带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满满的视觉体验，电竞角色插漫场景立体创作，电竞角色金属书签，动漫角色藏书票，文创设计，还有最受大家欢迎的角色周边创作，等着大家一起来发掘。接下来是精工琉璃多媒材，时尚创意一起来的时尚工艺科。时尚工艺科本次展现的是课程当中多元创意与实作展出，连结生活运用与文创作品，琳琅满目，充满创意的设计，包含精工、陶艺、雾作、琉璃、马赛克、复合媒材等艺术品创作，还有现场的创客体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接下来是管弦齐鸣齐真鸣，流行数位一起学的音乐科。国西乐组的超强实力，加上流行乐团弹唱飙歌的摇滚热音大拼场，将带来曲曲动听的乐曲，加上 U15 Live 飙歌竞赛秀才艺，优秀表现精彩可期。音乐科国立金榜100%，初学三年送你进国立大学音乐系，不怕你不会，只怕你不想学。紧接着是幕前幕后展台旗，说演唱跳样样精的影剧科。影剧科此次展出有武林高手大集结、青春唱跳演歌舞剧、综艺表演大拼场。影剧科近年来国立金榜顶尖科大，升学率屡创新高，更参与多部金奖电影的拍摄演出。选择影剧科，升学就业一把照，秀出最具自信与魅力的年轻活力。接下来是劲歌热舞尬演技，明日之星就是你的影剧技术科。影剧技术科将带来武力全开大拼场，总体表演创意大集结，校园周边街头快闪，劲歌热舞狂飙狂唱，舞蹈音乐创意歌舞剧绝对是精彩夺目。想要成为舞台上最耀眼的一颗星吗？就在影剧技术科。接着是创意一把照，偶像 MV 自己拍的电影电视广播组。影剧科电影电视广播组将带来静态摄影、人像商品、校园风景打卡，还有动态影音、广告影片、现场 live 广播节目。今年影剧科电影电视组广播的老师更荣获金钟奖最佳新人奖的殊荣，所以选择影剧科，无论是升学或就业，你就是最优秀的主角。紧接着升场的是芭蕾街舞加国标表演舞蹈我最行的舞蹈科。舞蹈科本次的节目有摇曳身姿、光芒璀璨的国标舞，以及舞风多元、将会让人眼之为之一亮的潮流街舞，还有廉洁童心、德艺双馨的现代舞蹈廉洁，透过精美服装、精致道具、充满创意的音乐设计，衬托出丰富的肢体舞动，结合力与美，共同打造师生的无限可能。压轴登场的是我们最活泼、最可爱的国小部。华裔附小在这次的展演当中有艺小嘉年华、童趣互动体验、艺术风景盒、绩优表现、 DIY 互动游戏等多种学习成果展现。今年国小部更荣获小编剧大导演蝉联2届的特优第一名，英语读者剧场蝉联3届的特优第一名，充分的展现华裔附小在布定、美语、艺术与人文三合一课程当中创意多元的学习成果。
现在站在舞台上面为大家展现的就是各科组以及国小部非常优秀的同学们，他们融合了高中部的六科七组以及实用技能班、影剧技术科、广告技术科，还有最可爱的国小部。在中华艺术学校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学生们的多元特质，透过精彩的呈现，让我们见识到具有不同艺术气质的年轻学子们精彩无限、创意满点的校园飞轩秀。我们是不是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所有六科七组还有我们国小部这么优秀的表现？